说好几回了，猴哥，你昨天不是说我说什么？小蜜蜂，嘿，一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居然跟我使诈，上来先跟我整个 Q。让他自盲吧，这没办法，自盲挺疼啊，这。啊，这自盲挺疼啊。要扣一下，回点血。他带的点盐上吧。他又给我自盲了。这也杀不了我，哎，这自盲哪能那么疼呢？因为我没带魔抗吗？好痛啊！我对线好像有点对不了了。好疼啊！先来个皮孩吧，他这自盲我一下三分之一血呢，还好我是个鳄鱼，这要别的就被折磨了。我想想啊，咱们这把出个啥？哎，昨天我看那比赛的鳄鱼出挺进破坏者，哎，有用吗？那玩意儿呢？出个可血战斧多舒服啊！不打了，这有点打不了，兵有点多。来呀，3秒、2秒、1秒，可以上来。你干哈呢？回血！哎呀！太难了，没人头啊！还呀，点盐，我都不用点盐，他也能死那玩意儿呢。我点盐他也一样，这差不了多少，拉倒吧。会玩啊，积木！啊，积木！再来一波啊，可以！信呐！哎，你有信？小蜜蜂挺烦人啊，真挺烦人。他的两多蓝戒加个黑暗封印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啥。给我晕！哼，没想到吧，我的信又来了。抠死得了，没事儿，可以啊，信，这不再干他一波啊，信，他积木连个闪都没有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俩今天就连体婴了，信呐，这不再来一波信，我再来一波。哎呀，塔皮丢了，挺烦啊。嗯，哎，再来呀，信，再来，
今天不把他寂寞给他杀穿喽。还能让他玩好了，玩个积木。算了，你早不来，这不好杀了。你卡塔，对，他自盲我，我就你就杀他，他自盲你，我就杀他。这积木今天指定是让他玩不了的积木，他敢玩积木。争取我们每一把啊，八分钟破一塔，十二分钟上高地，省得有人老逼逼。显得我很没有脾气。红怒抠，红怒抠都死了吗？哎呦我操，不过还行，医学塔拿了，但是这波怎么出装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可血战斧可有点贵呀，要不把多兰剑卖了。不是没放E，我是根本我E不了，我E了那塔不砸我，我得先拆塔，然后我红怒抠再放E，这个样子。就来个可血战斧吧。他这伤害挺高的，那前期那抠打我也挺疼。红怒抠完也没接秒 E， 秒个屁 E， 那抠的时候不让放 E， 你没看见那个 E 技能灰了吗？我再给你看一眼啊，抠的时候 E 技能灰不灰，你自己瞅啊，灰的看着没，不让摁。这有点烦躁了，走位走位走位，你俩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哎呀，可血战斧出来咋没回血呢？差一点点有啊！哎，这积木伤害咋那么高呢？他这积木伤害确实有点高。俺打个屁，我没有大。我大招差一秒钟，没办法，你就跑不了了。但是我们依旧还是十二分钟高地要掉，鳄鱼好像有点弱，闪，
再见。060。把中塔拔了。这是干什么？你要打不了我，我都不带上的。赶紧把中塔拔了，快拔！把积木杀了，赶紧把这积木杀了，瞅着就烦，踩他两个雷。玩大号吧，看的一点意思没有啊！我给人碾压就没意思啊，人家给我赢了就开始喷，那你这不无解了吗？无解呀！开始嘴犟，哎呀，他没喷呢，你看又开始嘴硬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输，你爱咋咋地，反正我就不输。我就尽量每把我都给他赢下来，我也不玩那些乱七八糟的，又无敌尔。又这又那的，我就玩那厉害英雄，我都别的我都不玩，小炮我都不玩了，那卢仙啥的咱都不玩，就玩那鳄鱼武器大师青钢影猴，哎，就玩这些，剑圣我都不玩了。你爱说啥说啥，俩字儿，不输。鳄鱼其实都有点问题，这英雄。掏着打我就得碰了，掏着居然乱配置了，先来个谢手，出个破败吧，这把可以出破败，我们出个破败单带，
等队友，然后我们猜，卯劲儿猜。这波没点烟，得有点烟才能打过他俩。像他薅的，没点烟打不死，直接中推跟队友来。这么厚吗？哎呦啊，这薅着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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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加个血！干嘛去了这？你一抠我，哎，为啥没晕住啊呢？哎，推上路吧，你直接推基地，推不下来，你给我推上路来。青钢影应该杀完了吧，来薅着。算了，不杀了，走吧。出个黑切吧，虽然这薅着打我们比较疼。你要红啊，推下路吧，最后一路往下路一推，游戏结束。薅着挺烧啊，这薅着自己一个人敢在这射，好多蘑菇啊，打个大龙吧，要不超级兵还没到呢，来打个大龙投降。行，